话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佛教不分宗派，只有一个目的，能够利益众生啊。虽然有时候我们利益人做不到，那至少我们可以利益动物啊。虽然身上没半毛钱，但是有一滴水，也可以念甘露水，利益鬼道啊。所以特别持咒，我们会念咒语，可以帮助地狱道啊。所以放生可以帮助动物道，布施食物乃至烟供做蒙山，可以利益鬼道，当然说法可以利益人道，乃至发菩提心，那更可以让天人阿修罗道护持，利益到天道阿修罗道。所以佛教永远讲普度众生，利益有情，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啊。所以我想，不分在家出家，不管在任何地方，心态超越一切啊。
所以虽然我们在家里念阿弥陀佛，但是愿自己的悲心透过这个声音融入在地狱道、恶鬼道，乃至正在病房痛苦挣扎的人们。虽然我们没办法做所有的功德，但是我们却可以随喜所有的功德。所以随喜诸佛菩萨啊，随喜所有世间善法的功德。所以讲来讲去，我想佛教还是这一颗心啊，在行为上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在心态上如何自净其意，那基本上是来念一下：信心、因果心、出离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、空性啊，空性啊。那就像佛塔一层一层一层啊，那由下而中而上。所以最基本的来背一下，我经常这样背来：对自己有惭愧心，对众生有报恩心，对三宝有信心啊，这是学佛的入门啊。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，我们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因为众生都是父母，所以想到自己惭愧，不要凸显自己的优点啊。今天我们家里有钱，却有人的肚子饿，所以我们很惭愧啊。那今天我们吃饱了，却有很多众生没饭吃啊。台湾话说“金拍谁”，就像刚刚我们吃完饭了，有人没吃饭，哎呦，拍谁啊？那我想，这个惭愧心也是我们出家人的一种庄严啊。我们之所以理光头、穿出家衣服，甚至啊这些破布衣服一样，这是一种惭愧心。就像各位穿海青啊，这是一种惭愧的衣服。所以学佛很重要，缩小自己，而不是凸显自己。世间人是凸显自己啊，膨胀自己，这个佛教里面叫我慢啊，执着于这个我，没有惭愧心，所以会造业轮回。所以对众生有报恩心，所以释迦牟尼佛100%地跟我们说，念一下：众生都是过去父母，众生都可成佛。所以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，他们在贪嗔痴在轮回受苦，都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我们成佛了，那他们就可以脱离轮回。所以如何对所有父母众生啊，让他们离苦啊，让他们成佛。所以因果七要义背下来：知恩、念恩、报恩啊。我们要知道众生都是父母对我们有恩，包括一只蚂蚁，所以我们要报父母众生恩啊。所以要念的父母对我们的恩，所以要报恩。为了要报恩，第四个来起慈心，第五个起悲心。所以我们要让众生欢喜啊，快乐。所以各位啊，那你让你家里人如何快乐，你要让所有众生都这么快乐，这很简单的道理啊。所以起慈心，要让他快乐，所以给他吃啊，给他喝啊，让他不生病啊啊，照顾他。第五起悲心啊，如何让他脱离轮回。第六起真上意乐，我们不能把慈悲心挂在嘴巴或放在心里而已，那这个慈悲心就变成一种实际的责任。就像一个救火队的消防队的队员，他今天住在消防队，不是在那边玩的，随时哪里有起火，三更半夜他就要去灭火，这是他的责任。所以真上意乐就是一种愿力责任，那你能够发起普度众生离苦得乐的愿力，那就能够圆满菩提心啊，就能够发起菩提心。所以我想啊，还没有成佛以前，我们没有什么好凸显自己的。不管你读多少博士啊，不管你多有钱多有能力，那这些都属于你的，对众生没利益没益用啊。所以一棵草枯死了也是我们的责任，一棵树掉了叶子也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要对整个世界众生有这个惭愧心啊，对众生有报恩心。那如何让众生离苦呢？
那叫升起对三宝绝对的信心啊，来皈依三宝。那皈依三宝后，第四个来因果心啊，所以我们就要修无戒十善，持戒布施啊，这是起码的。佛教虽然讲空性，但不离开善恶业报因果100%的存在啊，要有因果心。但是有因果造善业断恶业，那毕竟还在轮回啊，所以要升起第五个来出离心啊。出离心就是不要执着，执着就是痛苦啊。像那道场我盖的，那哪一天道场不见了，我死了，放下吧啊。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好执着的，而且你等你死了再放下也放不下，你现在就要放下了。你骂我，我也不能生气，这也是出离心啊。所以正化长老天天跟我讲，对自己修小乘要有出离心啊，对众生修大乘要有报恩心，而升起大悲心变成菩提心。所以那这个出离心就是各位呢，就是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，贪嗔痴慢疑嫉妒都会造成烦恼生死啊。所以我们修行找到好的环境，真正的好的环境是助缘，帮助我们内心清清静静啊，静止如水，清净空性，了解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没有什么好排斥，也没什么好执着，出离心。但是我们自己出离，那众生却在轮回，所以不行。所以把这个出离心，除了保持出离心，如何让众生都解脱生死，叫大悲心。那为了要就近让众生解脱痛苦，有悲心不够，要能成佛。佛具有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力量、圆满，所以呢，以出离心为基础，升起大悲心。因有大悲心而发起愿成佛、愿承担众生苦的菩提心。那我们在修菩提心的阶段，各位就要像今天一样努力修各种功德。为什么？你不需要功德啊，但是众生需要一点善根福报啊。啊，所以各位要广修功德，一直把这个功德善根一直减低众生的痛苦，让他得到世间的一点安乐。所以呢，以大悲心为基础而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。那修菩提心最快的方法就是自他交换啊，除了众生平等，那各位走到哪里就是要吸收那边的痛苦灾难啊。今天有500个人，你要观想用500个人的身上的痛苦灾难业障都融入在我身上，我把我这种清净善根的快乐交换给他。就像比喻啊，今天有一个人长得很丑，你长得不错，那你要发愿，愿他的丑给我，愿我的不错漂亮给他啊啊，愿他的腰酸背痛给我，用我不酸不痛的功德给他。这个你要这样修，不这样修没办法完成菩提心，会觉得与我无关啊，反正我好就好，反正我也没有伤害他。所以啊，一定要经常修这个自他平等，众生平等，众生都有佛性，众生就想离苦，进一步承担众生苦，给予众生乐，这样才能够发起菩提心。那菩提心最大的敌人就是我执，没有空性。所以为了圆满菩提心，我们要行波罗蜜啊，行波罗蜜就是一方面帮助众生，一方面消除我执所升起的悭贪、伤害、生气、善乱啊等等等等愚痴执着。所以要去实践波罗蜜啊，才能够悲智双运，最后才能够真正成佛啊。那我想每次看到佛塔，我们就开始思维这个道理，这个就是佛陀的法身啊留下来的。所以念一下：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那释迦牟尼佛最真永恒的生命，在菩提树下证觉缘起无我、缘起性空的道理。所以虽然讲空性，不离缘起啊。所以我想空性的展现就是慈悲，慈悲的本体就是空性，这两个不能分开的，我们不能切开来修行。所以那佛陀的生命就是这两份圆满，所以这个地方取名叫福慧禅寺。
那一方面慈悲修福啊，累积功德，布施持戒忍辱；二方面又能够放下啊，思维真理，乃至呢开发服务众生的智慧。所以没有智慧也没办法服务众生。那智慧来自于痛苦。今天你得过癌症，好了，你就有能力帮助得癌症。一方面你会同情得癌症的人，因为你感受到他的苦，你得过癌症，很苦，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别人的苦啊。而且你从癌症超越出来，不见得说好了，搞不好最后还是死了。但是死亡是必然的，不管个人因缘。但是呢，你要帮助众生脱离这种痛苦。所以我讲这个意思是，如果我们真的要修空性，各位真的要受苦受难啊，没办法受苦受难，你就没有出离心，体悟到苦的逼迫痛苦，那才会升起出离心，对众生才会有大悲心，才会想要真正要救苦救难，就要成佛，才能够就近的自利利他啊。那我想我们必须强迫自己一直思维这个道理跟做行为的实践啊，就像说老师说今天天气也好啊，一样样都很祥和，如果这个时候回去睡午觉多好啊啊，那我师父说对不起，做我徒弟没有午觉好睡，所以我没有睡过午觉了啊，因为利用人家睡午觉的时间我还要忙很多事情啊啊，那这样才能够把握机会。也就是说啊，虽然讲空性却转得更快，空就是转得更快的意思，那我们要大转法轮啊，广利众生，接触友情啊，所以这样才能够圆满。所以我想今天佛塔开光，我最大的希望是来人人开光啊，开发菩提心啊，希望大家升起这个想法啊。所以我想就像一个法会，怎么煮饭啊，怎么安排啊，怎么样供养啊，怎么样时间啊，一切这个都是修行啊。然后因为这个过程就在服务众生，达到最高的效率，然后呢圆满的结果。就像今天我们法会时间并不长，但是呢能够在短短的法会里面哦，开光、做供养、施食、供身、吃饭、供灯、供水、超度，就种种种种。而且今天还跟各位准备了几本书，希望各位带回去的。第一个就是点灯的功德啊，大家都很喜欢点灯，按照经典怎么说点灯的功德如何如何。我想如果有情众生一看到点灯功德，没有人不想点灯的 啊点灯这么可以有世间的福报，又能够得到出世间的智慧，点灯又可以成佛啊！就像各位佛陀讲故事，贫女供灯被受记为燃灯如来，释迦牟尼佛过去因为做比丘啊，供灯三个月被受记为释迦啊，摩尼这个名字啊，所以乃至燃灯佛也是因为供灯而成就，这样来受记释迦牟尼佛。所以那点灯的功德能够具足一切啊。第二个要发给各位呢，就是造塔的功德啊。既然我们今天有因缘来为这个佛塔安坐开光，那造佛塔有什么功德？来，现在义工发一下这一本造塔的功德，等一下我们就念念几个重点就好了啊。造塔有什么功德啊？供养塔有什么功德啊？又绕佛塔有什么功德啊？再一本就是菩提心经典法要啊，修学佛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塔啊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啊，如何发菩提心，华严经怎么说，善知识怎么说，莲花生大士怎么说啊，那如何真实得到菩萨戒，乃至受菩萨戒，发菩提心就会受菩萨戒，那受菩萨戒的功德如何啊？那还有两本传授菩萨戒的仪轨啊，希望来天我们在普里传一个菩萨戒法会好不好啊？啊，他们什么都受啊，能够利益众生受一百遍都好啊啊。当然菩萨戒有我们汉传的菩萨戒的仪轨，还有藏传的菩萨戒的仪轨，那都好，我们都能够受持。
那各位现在手上拿到了灶塔功德，我们念一下，念一下啊，念大声一声，不然等一下又要睡觉了。哎，请翻到24页，24页。也希望大家广为宣传啊！我经常出国，特别像缅甸，哇，缅甸的是万塔之国啊，全世界盖的最庄严的，甚至是以前古时候留下来的佛塔。然后呢，各位如果到尼泊尔，哇，那个满愿塔啊，那你到了泰国不丹，随便路边都是塔啊。那我们台湾我看塔不多，台湾把塔都当作放死人骨头的啊，这是我们最悲哀的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。塔是庄严的啊，但是不能为了经济啊就伤害到佛教嘛啊，除了阿罗汉佛可以入塔，经典明明写的凡夫不能入塔啊。所以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，那凡夫你让他入塔，那凡夫有功德吗？我说这个不好解释，这个佛经没说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一个地方上的方法。24页，造塔的功德利益，我们念一下来。佛塔代表佛陀的圣意法身，造塔是净除恶业障碍及广积福德资粮的极具威力的法门。一，若造塔千尊，必能成为大圣密续教法的转轮持名者，必得神通智彻知一切佛法。二，命中不堕恶趣，地狱恶鬼畜生必生为王。三，犹如日出光明普照，将会六根圆聚色身庄严。四，一切深处常忆宿命，必能忆念过去及预知未来事。五，必能广闻且不忘失。六，常见诸佛，恒为如来之所摄护。七，若为王者造塔，应时能令王者离恶道苦，升天受乐。或称笔名，依法写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，至佛塔中，如法供养，亦令王者得离恶趣，生于天上，乃至菩提，不堕恶道。八，或有短命或多病者，应修故塔或造小尼塔，命将尽者复更增寿，诸病苦者皆得除愈，能治愈重病。九，诸吉祥事无不成办，一切所愿皆得满足。好，这里面有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，在后面有这个经文短短，里面有六个咒，也是我们在造塔的时候啊，会把这个六个咒来称念或者写在里面啊。藏传佛教这个就比较正式，通通写在塔的中柱，然后呢装载在里面。那我们呢有时候会把整部经，如果不会做就整部经装载在里面。那现在很方便，这个印刷我们印那么小，无垢净光陀罗尼，下回呢办这种法会的时候，一人几个，然后为自己的往生者就给它装在里面啊，装在里面，然后呢让往生者至佛塔中，那往生者都可以升天啊，短命多病的人可以消病苦，就是这个经文。再来25页中间，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记载，若以清净心造作佛塔，其功德为：一，于此生中不为一切毒药所中，寿命长远，无有横死，究竟当得不坏之身，一切鬼神不敢逼近，一切冤家悉皆退散。二，随所身处身长无病，一切众生见皆欢喜。三，无境界者能够境界满足，不调伏者能令调伏，不清净者能令清净，破斋戒者斋戒复生。四，若犯四众及五无间及众罪业，悉得消灭，无始劫来障累皆尽。五，若遇生难，即生永见福德之难。六，四大天王常随永护。七，即使佛塔毁坏，
变作围城，风吹一尘，散落他处。尘所经过山林河海，一切众生触到此尘者，永更不受杂类之身，舍身受身，常得见佛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护身园都造了佛塔，哪怕这个佛塔上的灰尘啊，下雨吹下来，那些牛啊羊啊碰到这个灰尘，喝到它的水，都不会再做畜生道了啊。所以以前我们放生，如果场地大，就会把塔放中间，那个鱼车啊绕了佛塔一下啊，那么绕塔也脱离三恶道。所以造了很重业的人特别要帮他造佛塔。佛塔有大有小啊，造塔功德经说，哪怕是哪像米一样的塔都是功德啊。就像我前面这个念下来，华严经塔，那就把华严经浓缩在里面啊，或者做一个塔，上面还摆个舍利子啊，这个也是塔。我们还浓缩更小更小，带在身上啊，所以有各种的情况。哪怕各位你去五台山，就看很多人把几个石头叠起来也是塔啊，有这个发心。所以当然能够造更大的塔，让更多人礼拜啊，功德更大。再来26页中间，来，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提到，自作教人造塔，皆得成就广大善根福德。那这个必须解释，因为有一个有钱人老人很喜欢算命，结果最后一次那个算命师啊，跟他说我不收你钱，他说怎么那么好不收我钱，那个算命师说你在7天就会死了，而且会下地狱，所以我这次不收你钱了啊。他吓坏了，因为他很相信他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后来想说，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救我了，听说有一个佛陀，如果他真有神通，真有智慧，真有慈悲，他一定会救我。那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，几千人，这个老有钱人就站在后面，佛陀就不讲了，就把他叫过来，他说，哎呀，老长子啊，我看到你，我必须跟你说啊，你在7天以后就下地狱啊，地狱完以后投胎做鬼啊，鬼完以后投胎做畜生被杀，然后再投胎做啊很贫穷的人，不断的受苦啊。这位老长者就跪在那边哭，你真的有神通啊，你真的有神通啊，那你怎么救我呢？啊，那佛陀说很简单，后面大街有一个旧的佛塔，如果你能够把它恢复的话，7天不但不死，活到100岁，无病而终，身无忧天啊，无量世呢，你还能够出家，证得解脱辟支佛，就是讲这一部经的因缘啊。所以佛陀也告诉他怎么样正确的造塔啊。所以这部经在后面，各位有时间可以看。所以各位不但自己造塔，也教人造塔。所以各位今天你来了，看到我们明胜法师造了这个塔啊，无论多少，我们要供养，好不好啊？我们来贴贴金哦，对不对啊？随喜这个功德哦啊，希望下回就造大一点，对不对？让每个地方都有佛塔，多好嘞。好，念一下。一，命若短促，便得延寿，临终时得见99亿100千亿那由他佛。二，常为一切诸佛意念，且受寄生极乐世界，寿命99亿100千那由他岁。三，得五神通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四，飞鸟畜生之类，至此塔隐，当得永离畜生等恶趣，乃至受记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。若无无间罪者，是父是母是欧罗汉，出佛身血破和合身，或在塔隐，若遥见佛塔，或闻塔钟声，或闻其名，此人所有五无间罪，一切罪障皆得消灭。好，相不相信？你要真相信啊！很多人看到这个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光一个塔走过去，影子又绕，甚至塔的声音听到，五无间罪业都消除啊！所以动物道飞过去啊，塔影它永远不再做动物道。所以造塔重不重要啊？以后大家合资啊，造一个普里大塔啊！要没有现在中台这个塔也很大了啊，就绕一绕啊！所以等一下我们高雄来的菩萨，
我们今天法会早一点结束好不好？三点就好结束了，我们去绕一绕啊！南宁精舍今天舍利子可以看呢，哇，要去绕堂舍利子。